尤其是我哋一向以嚟司法獨立呢一個咁堅強嘅機制咧，就唔會話因為有唔同嘅人發表咗唔同嘅意見咧，就咁輕易咧係受到吹擊嘅。不過無論如何係點啦，作為律政司司長同埋我哋其他響律政司嘅同事咧，無論發生咩事都好，我哋一定會一如既往咧，係盡量咧係去維護我哋香港嘅司法獨立，維護我哋香港嘅法治。